你假装都货了吗？刚的，帮写的一块，不帮写的五毛，你要哪一种？哎，那我想要写的，但是我只有八毛。哎，哎，你等一下，我给你写个八毛的，但是只能写个第二名了啊，还可以这样？那老板娘，要不你收我六毛吧，给我写个第三名，剩两毛我还想买包辣条吃。嗯，那不行，不行，那算了，那奖状我也不要了。 哎，你回来，八毛拿过来吧，我给你写个第二名，最近你不是总想吃酸的吗？今天刚到的酸米酸，送给你吃了，谢谢老板娘。老板娘，给我拿个健力宝。健力宝，给你。哎呀，这个健力宝好不好喝啊？那你还是给我换个速食生吧。 哎呦，给你！走了，老板娘。哎，学生没给我钱呢。我这不是用健力宝换来我给什么钱啊？那你健力宝也没给我钱啊？这个我又没喝，我又给什么钱啊？六。哎，老板娘，这个学生多少钱啊？一块。一块啊？哎呀，喝了有点浪费了。那我换个吃的吧，还是？那你要啥？这个酒鬼多少钱啊？三毛。那神鬼粉呢？两毛。两毛？那这个锁喉糖呢？六毛。锁喉锁喉啊？ 爽快，让我尝一下吧。我喉被锁住了，给你们。我不要这个你吃过的，我要那个多的。哎，对了，你们找我钱呢？找什么？给。走了，老板娘。老板娘，出马东东东，给多了。 一毛就够。手榴弹，哎呀，不是吃的，我想要这个。老板娘，你能不能给我换一个皮肉烤鸭？皮肉烤鸭五毛，这个手榴弹顶多算一毛，你还得补我四毛。给我拿，好，我给你拿。爹。 老板娘，健力宝多少钱？一块。那薛医生呢？八毛。啊，那有没有五毛的饮料？有，冰袋五毛。那给我拿一个。给，卖完了。我只有五毛了。那算了。哎，你回来，五毛拿过来，我给你做一个。 给五毛的，老板娘，你刚刚放的深水炸药糖多少钱一个？两毛啊，两毛？那你只给我放了一个，就收五毛啊？那水不要钱吗？哎呦，太坑了，下次不来了。哎，你的饮料不要了吗？你多赚了五毛。 挑战吃一盒老鼠屎，奖励出马东东乐。老板娘，那我来试一下。哎，老板娘，我卷到头发了，赶紧给我出马东东乐。好，我给你拿。出发。呸。 嗯，挑战吃一个锁喉糖不锁喉，奖励一杯四级锁喉糖。那老板娘，我再来挑战一下啊！挑战吧。诸葛四郎和魔鬼党，到谁先想到那是宝剑？老板娘，我喉被锁住了，我回去捡喉。老板娘，你看，昨天我在这买的这个螃蟹是死的。 不行，你给我换一个。哎呀，怎么又死了？那大螃蟹断货了。来，今天刚到的小螃蟹，你自己拿一个吧。哇，那么多啊！那我要这个吧。老板娘，这个也不烂，你再给我拿一包，片甲不留。来，在后面，自己拿吧。
老板娘，再给我拿个啤酒烤鸭。对呀，啤酒卖完了，啤酒烤鸭啦。我不是要那种，我是要一串一串的啤酒烤鸭。好，我给你拿。这老板娘年纪也不大，这怎么耳朵也不好使？嗯，给。老板娘，给我拿个鸡翅，来，今天看到的，自己拿吧。老板娘，给我拿个鸡翅辣条，你尝一下，这个尝一下又甜吗？你先尝一下吧，不好就不要钱。好，那我先尝一下。老板娘，你这个也不是很好吃，走了。哎，你把我的辣条还给我啊！你不是说不好就不要钱吗？哎，把那个鸡翅拿过来吧。送你一个好吃的大辣片。老板娘，哎。 你把我的鸡翅给我留下，又多亏了一包大辣片。老板娘，我没有苦的零食，最近总想吃点重口味的。有啊，大板巧克力。嗯，老板娘，这大板巧克力也不苦，还有没有更苦的？更苦的。 有，嗯，酒心巧克力，尝一下。绿色，那我要一个红色的吧。哎呦，这个苦，老板娘多少钱？大板巧克力5毛，酒心巧克力2毛，一共7毛。那大板巧克力也不苦，你不能收我钱。 只能给你酒心巧克力的钱，2毛，走吧。哎，哎呀，又亏5毛。哎，自行车都不要了，这下赚大了。